陈乔恩陈小毒，这部剧是你期待的吗？陈乔恩和陈小毒演的电视剧《独孤皇后》已经开机，同时这部剧的男女主角的造型也被曝光了。因为是隋朝的壮术，所以造型还是非常新颖的。该剧着眼于历史风云，讲述了中国传奇皇后独孤伽罗跌宕而富有魅力的一生，同时这也是陈乔恩陈晓在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之后的二次合作。虽然上一部剧当中对手戏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因为所以很多剪辑大神经常给这次在剧中饰演隋文帝杨坚，也就是陈乔恩饰演的独孤伽罗的皇帝。杨坚不仅终结了300年的南北朝乱世，与独孤伽罗一同创下享誉后世的开皇之治，引来四海朝拜，更成为一生独宠一人的千古一帝。所以这部剧中男主的人设还是很不错的，感觉近几年古装剧男主角专一身轻人设是最讨喜的，而杨坚历史上就是这样一位皇帝，也是很圈粉的。女主角因家族遭到权臣迫害，独孤伽罗自小就以独立坚强要求自己，其夫君杨坚已展现不凡气概，他骁勇善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并在乱世之中登上皇位，建立隋朝，统一中国，而后大力发展文化经济。所以这部剧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。这次陈乔恩和陈晓合作的这部剧你期待吗？你给这组 CP 打几分？期待。